我进去验收去了，怎么样啦？请坐。可以，我们就开始了。好，放轻松，没事儿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草民金多路，拜见公主。抬头让本公主看看。<笑>是你这个小白脸！我看你进去往哪儿跑，给我打！哎，你干什么？我看你还怎么伶牙俐齿，胡说八道，说本公主的坏话。我啊，就是嫁鸡嫁狗，也不会嫁给你。盈平，我们走。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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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走不得啊！我们现在没有退路可走了。哦，他在一人分饰两角吗？啊，我们现在没有退路可走了。本公主今天要给你一个恩赐，让你来做我的驸马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有求于我才会回来求我当你什么驸马。你我怎么样？我就是我打我吗？辛苦你了。对呀、啊，特别辛苦，老师才分饰三级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不知道看着这个大屏幕的同志们觉得怎么样？有点可爱，他有点可爱，宝宝太可爱了。我觉得小宝状态是自然束缚的，点他那种憨憨的、甜甜的那股劲儿是在的，他很可爱，有一种喜感在，有小眼神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是很稳，然后整体流畅度也很高。也是我需要向他学习的地方。